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擅自上我的身？你再这样，我都不敢睡觉了。菲利怎么会认不得我？怎么会？你有没有好好在听我说话？还有，你为什么老是叫袁帆叫念菲利啊？可是他们明明长得一样啊。人家都说了，那只是他代言的一个游戏角色。袁帆呢，他代言的这个角色叫念菲利，念菲利当然跟他长得一样了。你为什么会把一个游戏人物当成是真的呢？博弈，女侠客，信念坚定，刚毅勇敢，乃博武派第十代继承掌门人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乃是江湖大义。博爷，你好像真的是游戏里的人物。我怎么会是游戏中的人呢？那我在哪儿啊？我的世界在哪儿啊？伯爷，你去哪儿？伯爷，你可是博武未来的掌门传人，不可意气用事。念菲离因我而身中剧毒，武功尽失。博武既然不愿收留，我要继承这无情的掌门之位作甚？既然你已经决定，我博武便不再留你，走吧。博爷，我博爷自今日起自愿离开博武，从此以后博武派与我再无任何瓜葛。菲利，我们走。菲利因为阻止眼迷惑人间而武功散尽，我带他离开师门，过起了颠沛流离、刀尖舔血的生活。我们的切肤之痛，于这里而言，都是供人们玩乐的游戏。而我，以及我拼死守护的那些，都是假的吗？不是的，博弈。对很多玩家来说，你们都是真实的存在。新斗罗大陆停服之后，虽然答应给很多赔偿，但是玩家们依然没有放弃，要求游戏重新开服。游戏？你们把它当成游戏，以操控我们为乐。可是那些真实死在我面前的每一个人，那每一滴鲜血的气味，我一闭眼就闻得到。你告诉我，那些只是游戏是吗？可能是。我们只能通过游戏的方式跟你的世界连接。你看，你来到了我的世界，我们可以一起交流，一起生活，所以你还是你啊，只是换了一个地方。而且你刚刚不是也有痛觉吗？是吗？那我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？喂，安姐，我要换保镖，这黄小鱼不太正常。